时候订的时候不是说就 OK 啊，像现在在这样子。不会，它不会，它不会咬你，不会咬。我在家去摸它就可以咬了。哎呀，看我的脚这样不见了。你晚上睡这里就好啦。甩出来！星期五夜冲，右边那个是刚刚来的新邻居。咖啡 shop 叫海中天，在这边看，因为这边的人也会跑到我们那边去。不怕人啊！哇，好多只哦！孔雀的英文怎么说？孔雀。对啊，我前面也没走。谁说孔雀？哦，是他、啊。
停不下来了。这就是运动。换你。再一次。真你有没有用啊？我看到红红的。一到十分。九分啊！成功。洗澡。